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
喜欢的颜色。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，这才叫做意义。童年的纸飞机，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。所谓的那快乐，只交在天里，最亲近最到累了，都在睡过，被蜜蜂给叮到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？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这个的